新同族第三集准备要开始了，你们各就各位啊，看好啦。这几年嘛 ，AI 特别流行，哎，你要跟上脚步，理解一下好不好？有的时候片头呢，狂人介绍一些东西，就加紧看一下啊。我这狂人打的字，帮我写一下这个文案。我们希望来好好介绍我们的频道。哎呦，征服游戏世界，与游戏狂人一同热血沸腾，写的还不错嘛。啊，蓝爆你的游戏魂。硬核实况直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哦，还思考中。OK， 凭借丰富的游戏经验和独到见解，是吧？成就游戏达人之名，粉丝专属福利，这肯定是有的。还有什么呢？我肯定会倾听每位观众的声音。哎呀呀，怎么可能会倾听呢？是吧？没有了，开玩笑了，当然会倾听的。OK， 那么这个原子武士到底厉不厉害？我们避免一些情况，我们先给他跳舞吧，先不要送去洗头，好不好？看着听跳一下，别怀疑呀，你就去跳舞就对了。你基本上是，哎呦喂呀，双人啊，很快这个男团都快组成了，是吧 ？OK， 接下来欢迎本期最重要的星座主题，也就是五仙座。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困难的诸神跳舞，我放到后面去了。这个手跟脚比较短。OK， 第一个版本的原子武士，还有第二个版本的原子武士，还有第三个版本的原子武士。大家好，原子武士这么的厉害啊！是吧，我们今天去二局好了，但是老样子先上来就直接到这里了，其他都不看，什么都不看，就直接打架，然后往前冲啊。这名次就左边这边是684嘛，我们尽量的刷，哎呦50万，这个是崩普。等一下我们先去拿一只角色好了，如果有的话我们就直接给他按 OK。 新年回馈的上面的下面的下面的下面的上面的上面的上面就在这里了，好不好？可是今天我想要许愿一下，因为前两天没有许愿。蛇女我们用不到啊，提高超能对不对？应该是用不到。你们觉得呢？我好像有索尼克啦，有抽到索尼克。我觉得应该还是大熊眼跟崩抛难啊，就很难啊。那快快点快点，还是没有，又是金楚骑士，我就知道每一年，是吧？好了，没有关系，我们先不要你了，走。怎么人一直说走，讲了半天还在这里？来看这个极限挑战还没有看啊 ，SSR 黑光，你这个第二关是一定要赢啊！我们快点，不然等一下严防别人闯进来就不好了。我们跟黑光去朝夕相处。哎呦，哇，你这个第一关怎么没有一第一斩就给他斩掉啊？那个是挂了不屈的血条吗？看起来不像啊，他第一斩没有斩空啊！哇，你这个是。完了，这真的是完蛋了，真的是完蛋，这样就是完蛋了。通常这样子，他就是大概是一个辅助类型，他没有办法去承担。我们要祈祷的就是他的崩坏有价值而已。现在是这样子的。哇，还好嘛，对吧？你看看这伤害减免是吧？还是怎么样？怎么为什么黑光？为什么原子武士防御性能怎么突然变那么好啊？好了，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先去第三场，别看了，那个第三场强一点而已，没有参考价值了。哦，因为我们这个已经胜负出来了，51万崩普，他索尼克没有点星星就放上来啊。好了，崩普也没有点星星，就一颗星。那这一场应该是我们赢了。我们这边派出的是原子武士，他也是原子武士。我觉得是我们赢了，但是要看一下。对了，这是我们赢了。OK， 一个打一个，他也上崩坏，我们也上崩坏，这样子看起来实在是看不准。两个很接近，我们没有盾牌，哇哇哇哇哇，我们要输哦！我的天，哇，原子武士打原子武士，我不打了，我要去拿冠军，你自己去打是吧？这个一样的没得看，我们先往前了，我们今天要拿冠军了。等一下要二绝，先找一个更厉害，不要看原子武士啦，因为这个可能有参考价值，就是他了，好不好？这个就够强，32万，就是你了，鸭子炖肉是吧？今天给你
吃了料理起来，爱找筐的什么幸福，我就看到两秒啊，哎呦，你这个不是洗头的掌门人蹦普吗？哇哇哇，怎么感觉蹦普变强了？闪避吃那么凶啊？蹦普是65%吧？怎么吃？我的天，什么时候蹦普那么强了？杰诺斯，原子武士血条也空了，完了之后蹦普，啊，就这样子。好，没有关系，我们就从他来下手，好不好？我们过去一直都是这样，今天打不赢，明天打不赢，后天就赢了，是吧？这问题不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绝跟二绝差在什么地方。当然，先要去抽卡，然后这个给狂人去领一下。那完了之后呢，我们来抽卡喽。觉醒招募，然后同时呢，等一下再搞一点材料。先开始了，11/80是吧？220，我们好像是抽到220。我看一下，我确认一下，200命我们抽到200抽而已，这是第210、220，等于到300把奖励全部先拿了，然后拿了之后，剩下再来看着办吧。现在看一下一绝二绝差什么地方，有人看过了没有关系吧？那实战是没看过吗？哎呦，这个是原主是，对吧？我们刚刚那个时候打实战没有打赢，然后他场上有一只崩普是闪避闪得很凶，目前看到是这个样子。进化石，哇，那剩50抽可能会少一样，我们黑券就这样子了，多的也没了，所以最后50抽最好是第50就跑出一个东西，青燕还有最后的40抽， go go go， 快点快点，你再来一颗进化石也 OK 啊，再给一样东西就好了，你用不到也是可以给，还有10抽。看这次有没有了，321，欢迎光临，有了，顿了一下，这应该是有，这觉醒石是不是？哇，不是，是角色啊，原子斩，没了吗？是不是没东西啊？万一真的没，好了，哎呦，320又噼里啪啦送你，这个是无双版本的，跟觉醒的珀罗斯，哦，这上一个 SSR 加的，还有进化石啊。哇哇哇哇哇！我们先，我不是不是 ，wait， 我们去卓越卡池。昨天已经给我们蒙到一只了，那前天蒙到一只啊，这是不能改了是吧？哦，可以，还可以改。昨天是要这个，然后跑成夜火，我们再往前。你看看这一格啊，这一格是不是崩普或大熊眼啊？是吧？可是我们券不够，有没有？这一次有没有就好了？好像都顿了一下，是不是崩普？是不是大熊眼啊？大眼睛有哇！我的天！不过我已经有两个进化石了，如果加上那个地方的东西，如果抽一抽有没有？刚刚不是有个地方，那边还有一颗哎，三颗哎，已经快要可以觉醒 SSR 加了，有够扯的。萌新登录，钻石。加入钢西普，走，我们去二绝，送去二绝中心。你开场的时候降低变成40%，所以他刚刚的攻击要减低了。然后这个崩击率呢，啊，崩坏率是20%，提高的崩坏的伤害。原子武士会越打越痛。那么这个地方的话，100%，原本的追击是60%，100%有没有？这个地方行动的时候。啊，敌方进行60%的技能强度跟追击，这个变成改成100%，好嘞，二绝完成了，那我们走喽，出发喽。我是觉得可能不见得打得赢，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个闪避他闪太多下了，搞不好这场就赢了。看一下好了，重点也不是闪避，这伤害有没有有感？你崩坏加成了，变强了是吧？然后他的攻击力降了10%，这里有没有感呢？你刚刚杰诺斯你是没有扛下来，这一次直接打过去，老头这边还是单起来的。好了，看这一次伤害有没有减掉，还是很痛哎、欸。怎么办呢、啊？怎么二绝怎么还是这样子啊？这没有差很多哎、欸，对不对？没有让人家感觉好像很犀利，然后你进化完了之后来到竞技场。很威风，目前感觉是没有，所以他还是辅助嘛，跟刚刚测的别的地方一样，他可能还是要走一个辅助，就是这样子啊。你崩坏上完了之后，剩下再来谈了。怎么会去杰诺斯你？我的天，
他好像是没有办法去闪啊，这个东西，你看他也没有白血条，然后就变成说你新手去拿这个东西就怪怪的了，啊，你还是要在波洛斯架构之下，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不让了，我们这个基本不让了，是吧？看一下哈，这装备17，我看这样子好了，好不好？狂人呢？现在攻击力61000，好吧，狂人去加一点，然后我等一下回来，过程不看了哈，等一下见。狂人先提升了一些到78000，也不要太高了，你太高你就直接把他打到都没了。现在这个战术肯定是打了之后，他的崩普就飞了，然后剩下杰诺斯，那你杰诺斯能不能承担这个伤害？就很像是刚刚那个崩普，他可以闪避，那我们这边怎么会这样子呢？是吧？来看一下好了，这次应该要赢了吧？哇，伤害是有了280万，不过崩普的血条还是没有动啊，闪避闪的这么厉害都没有动，哇，还是一样子，还是一样。哎呦，这边稍微先等了一点，但是也应该是没有用啊，他还有一个僵尸侠，暂时扛起来了，这次有没有机会呢？这一波呢？结果杰诺斯倒了，崩普竟然还没有倒，有没有搞错？这个可以赢啊，只是说怎么会这样子啊？不是曾经去洗头的人，这个就很像是棒球棍出来之后，我曾经也嫌弃了他，结果后来出的角色证明棒球棍是很厉害，然后现在又来了，这一次这个一定要打下来，这个是运气问题啊，这场应该是赢了，没有这么厉害吧？屡败屡战，我的天，怎么突然觉得老头好强哦？老头洗头又有新的人选了，老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拳超人他是这样子安排啊，对吧？你迟一点啊，再看几集啊，不行的话就是原子武士去洗头，那你老头跟 King 跳科目三，然后我们这个男团也快组成完了吧？到底在挥什么东西？你到，哦，难怪当初跟梅尔圣阿德打的时候，差点就不行，是不是？这故事总是有起源的，哎，不要说每次都在乱吐泥，你再打出是个这样子，是冠军都拿不到。不是，你今天就算闪避，你中的那一下，你连水龙的十分之一都没有，你这个设定也不合乎逻辑啊！哎，我不能太生气，我不能有情绪。很好，就这样，没关系，我们明天把它打回来就好了。反正明天是可以打赢它，只是没有想到已经增加从60000的攻击到70000多，还是没有办法抓下来。鸭子炖肉。奇怪，为什么我打这个游戏打了那么久，还会有一点点的情绪，是吧？这不能过去这样子啊，这没什么的嘛。对不对？你顶多很闷的过来这里，不然你要怎么办？就玩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不行就不行啊。就看能不能拿点什么东西吧，对不对？你拿一个崩普大熊眼核心，老师都正在讲同样的问题，不过他的大熊眼好像有比较简单的，上次我们抽到了。我跟你说，他一定是有比较简单，因为之前拍很久没有抽到，然后有了崩普之后，大熊眼它的难度就调简单了。这个不是差没有多少，它是怪人新主体的新世界嘛，这个不是。疫苗人，以前刚玩这个游戏，我有跟你们说过，一开始我看到疫苗人，我以为他很厉害，是吧？我以为他很强，看起来很帅，有没有？这个是乔泽，乔泽的话对刚刚那个敌人，你先手的话可能有一点影响，我们可以针对他的崩普或者杰诺斯，但前提是你还是要练一下。哇，这东西都没有了，160160，你要抽到大熊眼什么的，我觉得是头盖骨都来了，钉锤头。好了，我们就影片也差不多了，好不好？最后看看有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东西加入队伍，然后为明天的开局有一个美好的旅程，美好的开局才对啊，明天的旅程要有一个美好的开局。按照这个调调应该是有点东西，有可能有 King， 如果有 King 的话还不错，
至少说我们开局先给他封起来了，不给你打了，我不给你打了，封起来，没得打了，是吧？你就算有得打，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晕，想办法封，是吧？现在是说有没有 king？ 装甲进来了，这个什么东西？下一次应该要有69，还没有耶，怎么会搞得？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不行，再这样子啊！我已经没券了，我是没券了啊，是吧？我的天！这是什么东西？49，来了，还没有，不要再搞，都没有东西来了，终于来了，那么慢才来，对不对？你看是不是 king 嘛？你看看。三两下的功夫、啊、这不是狂乱吹牛啊，如果没有意外，有的时候他29张运气好还给你一个凤凰男呢，没骗你、啊、结果来了葛罗迪巴斯，同样是超人系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有一点概率啦，明天见啦，是吧？我们还有葛罗迪巴斯啊，你这不是开玩笑啦，小酸死也够你酸了，你不过带个杰诺斯跟一个上一个洗头的患者下来吓唬我们，虽然我们这个也是洗头的，也不是很强，是吧？乔泽什么的哈，嗯，我们明天这弗雷姆现在是也不能说他没有用啊，说没有用也不对，这 King 先起来，明天烽火封了之后噼里啪啦，然后给他盾牌给他加强，是吧？这个减伤减起来，然后天空王还是先维持正伤吧，就这个样子，然后我再锻炼一点，一点点就好了。好吧，锻炼一点点就好了，那明天还会再给他强力的更加锻炼，哎呦40万了，我的天，祝福宝箱哦，怎么这么有崩谱啊，好自为之啊，你真是好自为之啦，是吧？我的天，这么多道具啊，明天有得打啦，我把你给打趴的，你放心，我绝对是把你打下来，绝对是给你打趴了，嘿嘿。诶，我有对吗？我没有崩谱，不要，他想拐我，我另外一个地方我就抽得到崩谱了，我压尾还有一个驱动骑士，是吧？你不要这样子给我搞这些文字游戏，三两下就戳破你了，别的我还不敢说，我搞这套的。